他身上有个劫，好，劫难的劫，他要想过，比如说几年几月几日，什么事情想过，哎，前面找导师之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也乖了，开始写心得了，每天都写，等到劫呢过了，那天呢高兴了，那三天都一直谢导师，谢导师，谢导师，三天以后人不见了。那你前面在干嘛呢？是不是？进我们超马世界的学员，应该要实修实练，不是等负能量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实修。负能量稍微让你休息的时候，你就停歇了，那何必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蛮感慨的，你知道？来，希望导师看一看的时候，每天都有心得，亲自报道，亲自送过来。是不是？事情过了，人就不见了。等到你下次再来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千万不要说我没理你，真的。因为很多东西呢，事在人为。是不是在讲你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有犯的人，不要那么现实，真的不要那么现实，太现实了，天不喜欢。哦，本分事本来就要做。不是投机取巧，因为投机取巧的过程中会让你陷入下一次不知如何是好的可能性。那你就不要跟我说啊，没那么衰吧，总是过就好了吧。不知道，尤其现在的年代不知道。所以咯，如法实修啊，尽本分很重要，很重要哦。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令我哭笑不得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不是不知道怎么解你，是真的不能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尊重因果。怎么解呢？都已经知道你不尊重因果了，还怎么解？怎么帮你？帮不了。那你尊重因果是真的尊重还是假的尊重？问号。上次不是您解释了吗？是不是包裹来解释有没有因果？所以咯，人世间还是顺着天理比较好过。你说什么都是有道理，但是不是顺天理，毕竟还是会回来找你。那时候在找你的时候，那就不是开玩笑了。是吧？那个时候就一翻两瞪眼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有时想无时，莫待无时想有时。